他目前有一个人，另外两个在城镇运河跟那个冰河什么什么岛了哦。我好像在某一集精华上面有讲到。来，我来带大家。解说会放上来吗？会，对，会，可是我还没有空剪。哎，既然你们都问了，你们都问了，我就一个一个带你们去看好不好？如果你是老玩家，你应该知道；可是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话，你应该很好奇，究竟有哪三个怪人会出现在我们跑跑卡丁车里面？来，第一个很简单，第一个很简单。来，就在我们的城镇运河过完第二个弯大弯之后的一个左边这个座椅的地方，后面有这个看起来很帅的欧巴，不是欧巴啦，那个韩国人，韩国人，那个堪萨米达。对，这是我们第一个，这是我们卡丁车第一个出现的，他应该是据说是我们的韩国 NASA 里面的工作人员，但我不确定，好像春春有吗？我比较帅吧？韩国粉丝打了XDXD，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在哪里呢？就是我刚刚就是在我们老司机上面那个沙漠旋转工地，沙漠旋转工地。是沙漠旋转工地，比较像韩国语。我们这边不扯政治哦，虽然最近他的话题特别的夯，不会有价值啊，我也没是好价值啦，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我现在也不是选手啦，也不是实况主啦，就只是一个很喜欢玩卡丁车的玩家而已。你们可以这样看待我，不用把我当作是一个很有距离感的人，对。春哥发大财，来，我们过完几个弯之后，这里我们这个筒子，我们记住这个筒子之后，这边有很多就是可以看出外面的一个风景。好，第一个，这边有第二个怪人，他对着你微笑，惬意的笑，不惬意的笑，但是冷冷的笑，可加赖吗？不行，赖太私人了。不过你如果加入超级会员的话就可以咯。好啦，就是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我其实有个村村的赖群，可是其实那时候在经营Twitch的时候有在用。对，好，这是第二个。第二个他长得也很帅，是不是韩国人？我们千万不用讲了。好，那第三个呢，其实我有点忘了，好像是冰山系列的。刚刚是有人讲啊，是什么猎谷吗？应该是猎谷吧。谢谢新会员，如果你要加入我来请的话，欢迎私信我的粉丝团哦。马上改口有没有？好，我记得，我有点忘了，抱歉。好，应该是这边有一个假装企鹅的韩国人，假装。谢谢张俊凯。春春安，这个不是韩国人，我知道你很常到我的频道下面留言。这个他假扮企鹅在那边钓鱼钓虾，这是我们第三位韩国人，这是我们的三个彩蛋。各位观众，你们是不是觉得只有这三个彩蛋，对不对？还有一个彩蛋，可以让人去看真的欧巴。这是我们的矿山夺魂轨道，应该是吧，对不对？好，这个的话我先带大家跑一圈好了，你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最后很像就是我们矿山曲折滑坡的感觉。平川的话会啊，这是你压着吧，好像是压着一左右吧，我忘了，我自己以前很常玩那个。来，新观众有福咯，春春带你去洗澡。
月光地铁路，月光地铁路我可能要找一下，应该是在那个火车里面。来这边，哎、欸、这边 ，He is pro。来这边爬上去之后，哎、欸、哎、欸、没氮气，我们开气上去。好，上去之后这边，我要被熬被熬了，我先上60一下。这边有一个10000块的哦不是欧巴，一万块，不好意思，谢谢。我晚点玩台的时候再回你。有一个女生，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啊，有点类似裴永俊，哎、欸，裴永俊的韩国人，小小彩蛋。然后，好，这个彩蛋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转过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什么地图吗？宽山曲折滑坡的最后一个大直线，一模一样，有没有？一模一样，我看能不能上去。我要上去哦！今天不实战，今天主要上去的，这是我们空山曲折滑坡的最后一关，山很大，终点一模一样。所以我是韩国的设计地图人很难。然后好，月光地下铁，哎、欸，月光地下铁有吗？应该是在那个火车里面。火车里面，谢谢加入会员。这个可能就要靠大大家指引我了，因为这个不是我那个年代的。有一张海报吧，对不对？那张海报在哪里呢？哦，这里，啊，找到了。啊，这边还有个飞鸿军，好了。还是前面那三个比较好笑啊，那个是真的是用人来假扮的，我不知道之后还不会出类似的。哎、欸，他怎么车震？哎、欸，他车震呢、欸哦？不车震啊，什么车震？怎么讲的什么话？火车的震动，简称太空系列有一张婴儿头，真假？哪一个？我好奇哪一关？嗯？嗯？SF 第二页是吧 ？S4 很少练哎、欸，基本上我就是中上。啊啊！真的有吗？还是人家耍我？来，我在等这位观众呢，带我去看婴儿哈，婴儿头。之前送我的海盗船还在吗？还在。那我现在都在矫正纠音，我矫正发音。哎、欸，你是职业选手吗 ？Yes. I 职业选手不会念。我是职业选手，曾经 Gamma Bears。哎、欸，也会懂英文的，可以帮我跟他沟通一下。第二页一之二哦，有没有他的名称啊？不，有没有那个这个地图的中文名称？那群要怎么加入？基本这是要就是来加入会员 ，YTT 加入会员。有那个企鹅图刚刚跑过了，哎、欸。啊，放弃！我们海盗船在彰化，我们来跑图好了。等那个这些观众想到那张地图的名称，我们再去。嗯，来刷图了。想借我韩服账号玩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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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roblem， No problem。晚安。Thank you， 那个，他怎么联络到我啊？我给他，
韩国应该有 FB 吧，对不对？